我真的毕业了，罗梅，我真的毕业了，我没想到我能毕业，我这个学渣能毕业。嗨，大家好，又是我转转了，起点无限，大家还好吗？大家在干得好吗？操张，祝你毕业快乐。对，今天我拍毕业照，还有不到两周就要毕业典礼了。今天我去拍毕业照 ，OK 不？今天我们有户外拍照和室内拍照，但是现在外面长沙这几天都是下雨，所以等一下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户外拍照，说不定也就是一直室内拍，嗯哼。我也不知道我和你们说过了吗，就是我们班没有组织拍毕业照，所以我和庄姐已经报花姐和杨姐的班，就是报名在那个班拍照，嗯哼，因为至少也留个纪念吧，可能我们不能和灵异班，他们是灵异班，不能和灵异班合照，但是我们就是分组拍照，我和另外三个姐妹一起拍照，去换衣服。校园生活，我快离开你啦。我想拍一下你的头发，可以啊。罗梅，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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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是我罗梅，我的罗梅，上楼吧。他们一般拍照，拍合照。我们毕业啦！我们进去没事吧？看到没？越南的特色，越南留学生拍毕业照就有越南的特色，可以哦。庄姐总是什么，每次你都准备很周到，姐姐。因为就是正式的这个机会嘛。会跟壮壮拍视频了，看看今天你的穿搭。我帮你拍。OK。你就别了嘴巴这个正面。好酷啊！其他学校哪里？我也还没有知道。还没申请吗？对，还没申，已经申请了，但还没出来。姐姐，祝你毕业快乐。啊，
啥个意是什么意思？祝你毕业快乐，粤语。我真的毕业了，罗美丽。我真的毕业了，我没想到我能毕业，我这个学渣能毕业。我们终于毕业了。我太吧，嘿，毕业生，进去问了，这是什么？这爸爸相机，我买过个点位，去图书馆吧拍照。这个看来户外不聊了，户外拍照不聊了。我真搞笑。这个把袋子里边，哎对，啊来直接吧，打包，干嘛呢？干我给你来，打包来。叫新疆，当班，tóc này tôi chỉ nhớ cái hôm mà đi quay cái video mua cái bàn chải, nay không đeo khuyên tai, xinh mà đeo khuyên tai xinh mà. Hôm nay cần chụp hai trang rồi, kang hua chang好，可以可以，来看一下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其他衣服了，已经拍完了啊。路也拍完了。是 ，OK 好。没了啊，好，来看一下，来一二三 ，OK， 好，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来一。拍完了，好多天天气好就不拍，对，就选今天雨下，最大的一天，对。就拍，罗梅，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呀？还不知道，好像是下个月。下个月啊？对，好像7月15号前我们要办住宿舍了。对。啊，有没有打算去哪里旅行了？我天天旅行已经烦死了。他还是要去旅行？啊，对对，他就是，可能如果别人不知道，什么在杭州定居。对，我们在这边拍啊。对哦，这里呢，我和花姐明天去哪儿玩？明天我们去凤凰古镇，然后没有拍照，对，穿着戒，然后在那边拍美丽的照片。两个比，我们开始最后玩乐，什么旅行？对，把我拿着，一二三，干杯！干杯！谢谢你们这两年来陪我们陪着庄庄哟。也许这也是最后一次我们六个人坐在一起了。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找到好的工作，然后可以嫁给一个好人，然后如果方便的话，就邀请姐妹们来吃喜糖，喝喜酒，可以不？可以。祝你们毕业快乐！谢谢庄庄。如果庄庄开公司，记得超聘我。超你。超聘，谢谢领导。待遇呢？你要多少工资呢？不管了，我们是有姐妹感的，对吗？哦，感情最重要是吧？哦，对，好。放屁呀、啊、你！你看，花花，公司多少？要不要？哦，那一冠军难断，一冠军难断。玉阳呢？2万人民币。不是一万美金啊？一万是实价是吧？实价还是一万人民币？哦，一万人民币吧。啊，你玩鬼啊？干饭。好嘞，拜拜。我的事情放到这了。